说到2017年最新的底妆潮流，当然就要提到韩剧女主角那种吹弹可破的母胎美肌。它并不是使用传统的气垫粉饼所打造出来的水光感，其实它是呈现有如宛若天生的水润好肤质。它也是现在最流行的底妆话题哟。想要打造韩剧女主角般明明有化妆却看起来超自然的母胎美肌底妆吗？其实非常简单，只要选对粉底液以及工具，你就可以轻松完成2017年最硬的母胎美肌底妆哦。今天我要用的是最新的 Pony Effect 水透无痕粉底液，它的质地清爽薄透，让妆感更为自然。肤质如果比较干，建议可以在妆前使用保湿凝乳打底，让底妆更服帖。使用前建议先摇晃均匀，并搭配 Pony Effect 魔幻底妆刷一起使用，从内而外，从上到下，均匀地把粉底刷上，让粉底的妆感更清透自然，让肌肤看起来更细致。我今天同样选用 Pony Effect 最新水透无痕粉底液，柔滑水润的质地可以轻易地推匀，而在乎遮瑕力及水润感的女生，建议可以搭配海绵粉扑使用。先将海绵粉扑沾湿，在脸部沾上适量的粉底液，使用海绵粉扑轻弹的方式推匀粉底，这样可以使粉底液更加服帖，让妆感更自然水润。母胎美肌妆的整体妆容除了拥有完美底妆之外，还强调干净自然的配色。眼妆可以选用韩妞四色定制眼彩盒的气质棕，透过雾面棕色调的组合来强化双眼轮廓，再搭配 Pony Effect 奢华丝绒唇膏，丝绒滑顺的质地让唇膏非常好上色，复古红的唇色更能够提亮整体妆容，来凸显烹润好气色。为打造韩剧女主角的清新气质妆容，我选用的是 Pony Effect 韩妞四色定制眼影盘的名媛裸，透过2到3种浅棕色系眼影带出眼部轮廓，并搭配裸杏色的 Pony Effect 奢华丝绒唇膏，能兼顾唇部滋润又能展现粉雾质感的唇妆，展现低调的气质妆感。